求喜欢温柔一点的暴力点，刺激一点，那就是粗暴一点，也不是粗暴，太粗暴了也不好，就还是我觉得寻求就刺激一下，刺激一点，对，暴力哦，那你能接受爱情吗？啊，接受不了，该温柔的时候温柔，粗暴的时候粗暴，温柔，粗暴，对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好害羞啊！就是S&M 那种，能接受吗？我可以接受，就是有些人会有这种倾向，我觉得是挺正常的，只是大部分人他不会讲出来而已。其实有过调查说，其实女性普遍都喜欢暴力一点的，温柔一点，温柔点，这个比较野的那个粗暴一点，粗暴一点。怎么样都喜欢，如果是男朋友啊，是不是要粗暴一点，这样我比较省力嘛，是吧？这样可以更轻松一点。他打你呢？他打我，打我打回他，我往死里打。我人家是那种打，又不是那种打啊，那我也会那种往死里打。看完不会想做点别的吗？不会，因为看习惯了。看习惯了不会想太多，可能就是会觉得这个电影是否好看，然后会学到什么东西，可能大概是这样。小妹儿求助。这是一个法治社会，是道德社会，身为一个良好的公民，我们不可以做这种事情。就好像再看下一部，应该是这样。哦，对，还有续集吗？好，再来几部。其实肯定就去趴啦。对呀、啊。单身狗肯定就去，是吧？自己吧，对。那你看小电影的时候，基本男友应该会在身边的，一起看。一个人看的话，这煎熬的夜晚怎么度过？就看完，假如说你不做点什么，会很闷呐、啊。我们宿舍的人之前看过，然后我觉得我不想看。你是看腻了吗？不是啊，我觉得。有什么好看的、啊？不是，我是很想看，等会不要。别说看的过程中的话，可能会有点想上厕所的感觉，但是看完之后应该是没有什么，只会有罪恶感。女生应该都是这样子吧，罪恶感。前凸后翘哪个重要？后翘，因为我没有前凸。后翘，后翘，性感。对，前凸。因为我胸不大，我感觉都不太重要。不能。不行啊，全部都要。全部都要。觉得要适中，就一个手给裹得住就好。一定要能掌控，掌控不了就轮到别人掌控。后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比较喜欢后边的。两个都要。前凸比较好看点，穿衣服吧。我也觉得前凸比较重要，因为首先你观察一个女性，你要肯定要看她前面，你不能往后面去盯吧，对吧？其实我觉得后翘也挺重要的，屁股大能生了。后翘。对。因为前凸已经不可能了，后翘还可以后天补上去。对、啊。我也是。前凸吧，前凸吧。对，因为我后翘有了。前凸啦，前凸，因为我喜欢，我自己个人欣赏，我是真的是前凸吧，对，我是前面没有，后面没有。我们的愿望是世界和平。希望我的男神快点到我身边来吧。啊，我想赚多点钱吧，欢迎来找我玩。中六合彩。找个男朋友，身体健康，对，想要瘦一点，我想要有钱。刚才我有点严肃，但是我希望你们把我说的话就尽量播多几句出去。